大家好，我是 Miki。那今天要介绍的是 eWish 平台。那这个 eWish 平台是起自于3.18在立院的时候，因为担心许多民众可能被趋于逮捕，所以有许多热心的律师表示愿意为声援者义务辩护，所以司改会就跳坑成为了那个联系的平台。那不过在当时324行政院趋于发生的时候，然后就有非常多的电话涌入司改会。那这是目前的。我们的联系的状况，那我们发现，在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那个往返联系是非常花费时间的。那我们缺乏一个让律师认养陪证案件的有效系统。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其实很难确认说有哪些律师可以协助，然后也希望可以把陪证的需求可以传达给每一位律师，然后并且。可以追踪后续的陪审状况。那这是我们期待，就希望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，也让更多的 NGO 可以成为窗口。就是这样。要找什么人才哦？目前其实这个坑里有 Tony Q， 然后其实他今天刚好没有来，然后因为我不是那个咨询科系的出身病人，所以我也说不出个我需要什么样的人。不过就是我知道有另外一个专案是律师帮帮我，然后跟这个构想是有一点像的。那希望当时对这个律师帮帮有兴趣的同伴可以就和我联系，谢谢。